这首歌终于多了表情了，你唱歌开始丰富了表情，无之前你唱歌都是板着一张脸，但是现在你无遐尼啊紧张哦。我最赞赏的一点是你的节拍，你的拍子真的非常好。你伫真侪这个歌店当中，你的节拍完全不会乱掉，而且你本身的天分也很高，所以你的天分真高。但你嘛是赶快爱小小啊，等于好好把这个歌吼。那个轻重开始啊，因为你已经愈唱愈好啊，那都要求都愈来愈多啊。老师要求你讲，这个尾音的轻重要安那收煞会更加水哈。可是你已经唱的都很好了，两位展现都很棒，你们唱的都很棒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敏硕，老师好。今天呢，你旁边这一位哦，真的不是只有来唱歌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有。所以你也不能只是唱歌而已哦。嗯。所以你现在可能接下来有很多难关要过，你知道你们唱歌会越来越厉害，就是你们对手很厉害，啊，要加油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